韩国男子组合 ATEEZ 出道了两年几，日前已经推出他们的第六张迷你专辑，还在网上举行发布会，首度公开表演他们最新的主打歌。ATEEZ 一如既往，新专辑依旧由队长金文宗和宋文琪全面参与创作，而每次出碟都会带来不同的惊喜，今次都不例外。在造型和曲风上都比以往呈现更丰富的元素和更强烈澎湃的风格。专辑一推出就旋即在美国、英国、荷兰、印尼等36个国家的网上音乐平台的人气专辑榜上夺冠。Get away, pop it away. 여기 지금 비춰버릴 것 같은.